上一集我哋就去咗摩洲湖同埋硫磺山，咁今集咧揸咗十分钟车嚟到下面嘅道边体验牧场啦。道边体验牧场系全国乐农教育农园认定嘅牧场，佢系位于摩洲湖屈斜路湖附近，拥有70 ha 嘅草原，饲养咗120只乳牛。佢嗰度咧就有好多唔同套餐饮嘅，你可以净系去揸牛奶啦，可以净系饮奶啦。可以坐佢架车去兜个牧场一圈，然后有人帮你影相嘅。咁我就选择咗咧喂牛啦、坐车游牧场啦，同埋揸牛奶饮牛奶嘅。咁教我喂牛嗰个导师咧就同我讲话，如果将粒饲料就咁摆喺手度咧，只牛系唔识得用条脷将粒饲料舐入个口度嘅，系要强行怼入佢个口入边嘅。咁另外教我哋揸牛奶嗰人话咧，揸完出嚟嘅牛奶系唔可以直接饮嘅，一定要经过消毒。咁佢亦都话啲牛咧系会不停去养嚟揸牛奶，到佢冇奶水嘅时候咧就会攞去卖啦。